找我，你敢会跟我讲你已经不行了？没，因为这是我的宝宝。这嘛是我的，敢不是？你已经离开我，离开这个家啊！我唔知影我妈甲你讲啥，啊，不过咱已经无啥物好讲啊。顺家，无送。哦，黄雅玲啊，你敢会当好好讲话哈？你若甲朋友赶走啊，啊，唔得枉费我一片苦心嘛。雅玲，我知影你生气，你怪我，你怨恨我，也唔过，哇，依然是这囡仔的爸爸。自你反陪我，甲萱萱做伙了，你就无资格阁做宝宝的爸爸。我真正唔知影，为虾米大姐变阿囝呢？请你相信我，我爸想过要伤害你。你莫阁讲啊！你甲萱萱逃来暗去的时阵，就已经伤害我。你莫阁替家己的错误找借口。安尼，我只会更加看你袂起，请你离开。上好是永远离开我的生活。对咱感情不忠的人是你，你即摆才想要来表现你的父爱，敢会上班？我想要负责任，我想要斗三工，你离去找我，你到底想要安怎？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啊！除了囡仔的监护权加抚养权，我啥物拢无。既然你已经爱别人啊，我就放你走。你甲萱萱讲，即个是伊爷无唔对。因为伊得到你啊，啊，不过我也无输。认清家己的红色是啥物款的人，对我来讲，才是上有价值。亚玲有签名啊！啊，你好差一条，我就是无想要跟你离婚，哪里都无代志啊！对象，你看不出来，亚玲有心啊。哪有可能啊？你莫跟我骗，这相片一定是假的。我刚没提这种代志来讲争吵，亚玲真正有心啊，是为了囡仔。真心亚玲哦。我去看医生啦，医生讲哦，伊把脑体过应该真困难过生啊，啊想不到这囡仔我倒转来啊，我无得把这囡仔放恁管。什么叫做你无法度把这个囡仔放恁无管？你安尼话咧？你敢有替我想过我是要安怎啊？那是我的囡仔，我无想要参照院长同款去行伊后路。参照你啦，我都原谅院长，家庭无阿囝，阿你等落，唔肯接受伊，想要挽回一世人，我无想要我囡仔大了，莫叫我恨我。